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成伟老师。今天是7月16号。如果在你的手机号码当中有716这样的一组数字，会代表什么呢？请大家来看一下，如果你的号码当中有716这样的一组数字，你的口才是不错的，而且也是非常的敏感多疑，比较会社交。不过这样的一组号码，它是比较容易抱怨，因为讲错话而不开心，所以在事业方面是没有什么贵人相助的，而且呢比较抑郁和容易有这个忧郁症、躁郁症。拥有这样的一组数字呢，通常来说它的是比较容易破财的，它的财富是会赚，可是呢也会花，它的隐形开销会非常大，也常常因为讲错话而破财。拥有这样的数字，在这个婚姻方面常常呢是喜欢抱怨、喜欢争执，所以呢不开心，容易有外面有偏桃花，婚姻不幸福。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的数字知识，